校长好。今天校长要来视察，展示你们最好的成果。是。这都是咱们班的新生，同学们自己修炼出的法宝装备。不错不错。这是其他同学练的法宝。这三位同学要加倍努力呀、哇，这是我们班最差的。闭嘴。这蕴含充沛的灵力，这精妙绝伦的做工，这些神器难道都是你炼金造出来的？啊，不，奇迹，真是奇迹呀、如此神童，这是要振兴我校啊。校长你小心啊，他可是我们班最差最凶的学生啊。胡说，能有这样的天才我高兴还来不及呢，你们居然如此埋没。来，小子展示一手，让我开开眼。无妨无妨。停下停下，够了够了，我来过去吧。成天，那可是校长啊！回到成天，本来是个普通的修仙外卖员，一次意外，我变成小孩。今天上炼金课中最难的一章，咱们今天练法宝。实验室里有各种材料，大家按照教程放进炼丹炉，一定要是实用的法宝才算合格。十分，二十分，五十分。主要你们练的是法宝，不是日常用品，还是没点科技难度的居家用品，我教不了你们了。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学生。我擦，一百分。两百分。成天你这是注意点，随便练一下就好了。老板，这啥？我是修仙外卖员成天，一次意外我变成了小孩。修仙大班的同学半小时后进行突击考试。居然突击考试，考不好我还怎么混？我根本没有准备啊。其实为了考试每天都在计算注释公式早就不怕了。什么？那我也不一般，每晚我都看网课，考试及格不成问题。想不到你念头都复习啊，狗逼啊。天哪，居然是量子波动速图，这可是高阶修士才会的修仙技巧啊！而且他一心二用，高速翻修上还能画重点。传说有个魔仙毛，有个女王不得了，是失传的疯狂咒语，凡是被他喊过的咒语，他都永世不忘，还能对周围人造成失忆打击。Baby， 名师辅导。现场教学，太强了！好了，同学们，开始开卷考试了，开始开卷考试了。哇哦，恭喜！带了吗？回大圣，带了。啊，终于能吃凡间的桃子了。哦，对了，你是成天的女朋友吗？啊，不是了。怎么臭老弟都有女朋友了？都说了我不是他女友啊。大圣，他俩现在还没成，以后也不会成的。哥，成天，那俺就撤了，可不要把俺老弟的恋爱报给观音啊。龙女，遵命。你堂堂个大神仙，怎么这么八卦？封印就要突破，是魔是仙，就看你自己了，师弟。我叫成天，本来是个普通的修仙外卖员，一次意外我变成小孩。今天到草场来上炼丹课，还是和以前一样，桌上有材料，像老师这样施加灵力再炼出实用的丹药就算及格。三十分，二十分，十分。要你们练的是修仙丹药，不是医药，你们居然还都是家庭常备的，教不了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学生。我擦，一百分。
200分。陈金，你是小孩，随便一下就好了，你要乖。新秀的操场啊！我叫成天，本来是个普通的修仙外卖员，一次意外，我变成小孩，还被送到学校上学。我是你们的户外老师，今天召唤课，每位同学召唤自己的坐骑，只要召唤出来的生物能带你飞，就算过关。先上第一位同学，等会儿补课。不错不错，老师，我是吸血鬼，自己能飞。天赋精，成天，上次你把教室给炸了，别骄傲，我会一直盯着你。阿爸阿爸，哇，成天灵力太强，魔法阵承受不住，要爆炸！大家快撤！成天，不用担心，他没死。你也放心，他也没死。啊！哥！成天，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一般修仙者根本没这么强。唉，人人都想修道成仙，但成天本就是神仙。你在说什么？这不是宿舍男吗？竟然自己送上门来。是你们？当年你和你师父杀光我们斧头帮大半人的时候，没有想到会有今天吧？这么多人，需要小心。一群大男人欺负一个女人，不太好吧？关你屁事！我宿舍男才不需要你救呢。哦，是吗？那我送外卖去了。别废话了，开始吧。哼，完工。臭女人！大爷，准备受死吧！我怎么知道？